他是我们大学的司仪啊。O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吉雄，所以我要代表着新加坡管理大学先答谢吉汉呢，欢迎来到我们你的天鹅堡，因为真的很像一个城堡，让我们觉得那个美景真的是给我们震折住了，因为我们全部都抢着去拍照。全部你看，连我们还有模特走那个秀呢，在台湾演。对呀，就很开心啊，这个地方。而且我们去餐厅的时候，就可以享受你们的御膳，让我们吃得很开心，也是吃得很饱。我吃得很饱，我增加了2公斤了。所以同时呢，我们也感受到那些在社会需要帮助的人，所以让我们觉得很温馨。因为在我们新加坡管理大学也很乐于做这些慈善的活动，而且你们在这边也是有很积极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让我们觉得很感动，也值得我们的学习。所以我们所以要答谢你们，要呈现两首歌给你们听。第一首是《朋友》，因为我们在高雄呢，感受到很多高雄的热情，所以我们也要表达我们新加坡的热情。同时呢，第二首歌是家，因为来到高雄呢，我们人生地不熟，可是你们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，像我们来的家。谢谢。